但是老母娘天上帝是否存在天，古人认为天是有情感能思想的存在者。孔子说过，过罪于天，无所早也。所作所为得罪了上天，又违天理，那么祈祷再多也是没有用的。于所否者，天厌之，天厌之做了违背良心的事情，上天就会唾弃我为为乎？为天为大，伟大啊，只有天最高大。天，孔子、孟子思想中，天似乎也是能安排一切的主宰。孟子也说过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情浮乱其所为，所以动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。道大道无